啊，是在录了吗？一兆每秒，差不多嘛，就这个行意行思。行行，嗯，啊，好，那那个，那应该是，就行了，应该是都行。然然后后有有很很多多 Blender Blender 群群的的过过来，来，它它就就是是是Windows Windows 吧，吧，就是就是 Windows Windows 吧。什么？你现在用的系统？是 Linux？啊？啊，你看是不是特别像 Windows？啊，是呀。啊，啊，那那没办法，那就是那就 Linux 是的问问题题。了。将就吧，对，就这么用吧。啊，我看一下我们手机屏幕不要老开着，老开着它。好嘞，那好，那那个，个，然然后后呢，呢，就就今今天天算算是国国庆庆特特辑，辑，国庆特辑，啊，好好不不容容易易来来一一趟，趟，其其实实我我平平时时也也是是可可以以来来的，的，只只不不过过懒，懒，今天我都喊他几天了，今今天天是是为为了了过过来来吃吃个个白白饭，饭，然然后后就就打打车车过过来来了。了，因因为为之之前前的的话话是是说说这这个个言言归归正正传，传，因为很很多多人人都都听听说说过过 LANPR，LANPR，就就是是各各种种渠渠道，道，就是以前就就我们是，我把代码这些我都们写社出区来，自己，我们社区自己吹吹的的牛牛也也好好呀，呀，然然后后还还有有一一些些那那个个朋朋友友是是通通过过其其他他渠渠道道听听说说过，过，但但是是呢，呢，因因为为这这个个东东西西从从来来就就没没有有进进过过主主干，干。所以就就很很尴尴尬，尬，就就他他从从来来都都是是处处于于一一个个在在分分枝枝板板里里的的状状态，态，然然后后大大家家也也有有的的就就听听过过没没见见过，过，也也不不知知道道是是用用来来干干什什么么的，的，然然后后可可能能更更多多的的都都用用的的没没用用过。过。你像我是用我的早期版本，最近最近的的两两个个版版本本我我也也没没用用过。过。比比如如说说你你推特上给发一下好了。啊，推特上放 B 站直播。我觉得也不是不行啊，也也行行吧，吧，国国际际化化嘛嘛，live ，live here。here。那那我我们们是是不不是是要要双双语语了？了？干，干，我我活活在在这这儿儿可可以。以。难道难道不不要要用用现现在在时时吗？吗？管，管，不不需需要要啊。啊。哦，哦，live，live 就是形容词的话，不能说 living。其实也是 living 哈，也也是是 living living 啊，哈，没事，我我们们俩俩功功底底英英语，语，哎，就就这这样。样。那个，言言归归正正传传呢，呢，其其实实说，说，其其实实很很多多人人都都没没见见过过这这玩玩意意儿儿是怎怎么么用用的。的。那要不现在就让那要不现在就让你你自己自己来来介介绍绍一一下，下，你你写写的的到到底底是是个个什什么？么？哎，你会说口才不行，口才不行，就是它这个东西是主要就是说什么？白了，虽就是然它它叫叫 NPR，NPR，就是描线它的，只就就说说白白了了只只是是用用来来描描线。线。反正就目目前前来来说，说，这这个个东东西西就就是是用用来来描描线。线。然然后后描描线线的的话话呢，呢，它它应应用用在在哪哪些些方方面面啊？啊？就就是是我我得得看看摄摄像像头，头，我我不不能能看看天天板。板。就是说，那个它这个东西主要现在就是用来描线，然后配合一些这什么个，描线都能用，其实主主要要是是配配合合这这种种就就三三转转二二这这种种二二维维动动画，画，对对吧？吧？目目前前是是用用来来干干这这个，个，然然后后你你也也可可以以用用来来宣宣一一些些竞竞争争的，的，就就是是说，说，你你如如果果本本来来你你渲渲染染出出来来以以后，后，你你是是要要到到二二维维软软件件里里去去描描线，线。那那么么现现在在的的话，话，你你就就可可以以先先在在三三维维软软件件里里面面就就拿拿它它这这个个东东西西给给它它咔咔咔咔一一通通乱乱干，干，然然后后基基准准的的线线就就有有了。了。你你再再到到这这个个二二维维软软件件里里面面去去画画图图呢，呢，就就只只需需要要微微调调了。了。就就是是大大概概是是这这么么一一个个状状态，态，可可能能也，也不一定是微调，微但调还它有有点一多。个，这个东西反正就偷懒用的，对，就偷偷懒懒都用是了。个偷懒工具，你对，想把它用来干啥都行，对，又没有什么关系。火锅群发一个，火锅群吗？火火锅锅群群什是什么么鬼？鬼？就是我那个二维码那个群，哦，就那个，就是就给给你你吃吃火火锅锅的的那那个个意意思思吗？吗？可以，我我到到现现在在还还没没有有见见到到火火锅，锅，什什么么时时候候去去尝尝试试一一下下卑卑鄙鄙重重庆庆人人的的中中辣？辣？合并一下，来我们把这个代码合并一下。这这是是什什么么代代码？码？是是今今天天刚刚写写的的吗？吗？不是，是别人今天刚写的。别人帮啊？然后我把别人写的合并在这儿，然后就把主干的合并进来，可以。然后编一下。算了，不编译吧，这会儿跑的这个呢，挺慢的。所以这就是个偷懒工具，Line Art，以前叫 LANPR，其实现在也叫 LANPR，只是官方好像觉得这个名字有点扯淡，他们不好念。是这样对，吗？就是他，主要是他说那个不知道怎么念，所以说就改成了 Line Art，那那也行行吧，吧，那那还还是是 LA LA。呀。对啊，也是 LA，所以说某某种种意意义义上上来来讲，讲还还是是很很给给面面子子，的，还对吧？行吧。那所以说，么，来看一下，就这玩意儿，对，昨天的那个 demo，今天，对，那么他他现现在在主要搞了个就是什么玩意儿，就是你你可以可以在在这这里里面面刷刷钉钉钉组，组，
你刷所有点点组，你可以刷想刷多少个刷多少个，然后哎，怎么没有了呢？哦，这里才有，就是你可以刷，比如说你可以按这个东西去命名，然后你在修改器里面，选择，哎，你可以在修改器的顶点组里面选择你这个你需要的顶点组的前缀，比如说我们开头有那个，开头有这两个 line fade line another， 那你在修改器里面直接选这个，选这个 line 为前缀的话，它就能把这个顶点组都选上。同时呢，你还可以把那个输出就是导向到你这个 GP 的对应名字相同的这个顶点组里面去。所以说你现在 GP 里面的顶点组就包含了你刚才在网格上面刷的那些，然后你在修改器里头就可以针对这个不同的顶点组，你看这选的是这个，针对不同的顶点组设置你不一样的样式。比如说你这个是选的是这个顶点组的吧，然后你可以单独针对这个顶点组，你看调它的样子。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因为我们还在做那个根据距离走的那个嘛，那个 patch， 所以说如果内建的话，你可以比如说你刷一些，你比如说你隔行刷一道线的话，然后你根据距离把它消隐掉，这就变成了一个比较自然的，就是那个根据距离然后有细节层次变化的这么一个东西，就离远的它线就少，近的线就多，它可以做这个。这个因为他之前说完了以后我也没听懂他说的是什么，但是我今天看到了，然后我知道什么意思。他那个其实是用来做动画的，你如果你炫竞争是没有什么体现的。他就是在你比如说你有主要特征，你在做动画的时候，你的画面上你的线条是有主要的特征线和那个次要特征线的。它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是在往回倒退，就是距离拉长了以后，就是它的主要特征线可以得到保留，然后它的次要特征线会消隐。这样子的话就是它的结构还是能看清楚。你比如说一个人他的主轮廓就是这个蓝线，你可以理解为对细节的话就是红线。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坐在做这种线框的动画的时候，它不是说线条越多越好，尤其是那个整到后面像它这么多线的话，就糊在一块，对，就好像全糊在一块了。就那个时候，它的次级的这种特征的这种线条，可能就是累赘。对，这样子的话，对这个 GIF 就是它到一定距离之后，它直接就把那些线给消除掉。但最好的就是它就像刚才这种。它能够渐隐掉，然后这个过程比较自然，然后你实际上看不出来什么明显的抖动。这个玩意儿其实也有点像那个，比如说我们现在玩那种次世代游戏里面，它会有一个根据距离，这都是很早的技术。对，为什么？因为你显卡只能存在那么是，所以说它 LOD 的目的就是对对，它就会它的渲染精度就是按照那个来。 对，你可以理解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线条的渲染精度。因为我这个东西LANPR 的它的目的是为了渲染精确，所以说它无论多小的细节它都能给你精确的画出来。这个东西在你做图形做动画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是你想要的，这个东西可能做结构非常方便，但是你比如说做影视这种它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所以说现在在做那么个功能让你有这种平滑的过渡。是，就这个东西相当于以后的动画方面它也可以，是之前也有的话主要是之前那个是实时的嘛，实时那个不是砍掉了吗？只是那个，因为架构也不好，那后面可能会给加到1v1里面去，如果要做的话啊。反正我讲实话，我以前觉得就是那个，就你那个描线啊，它可能用来做动画不太，它的连贯性可能不太行。我那个东西嘛，做这个可能比较合适啊。是，就这种特别精细的，归哪去了？对，这种特别精细的这种线稿，你看一下这些。这个就是其实也不好弄，你仔细看它这些它里面其实处理手法，你看这种它是带那个，它是有带绘画的那种，有把明暗或者说阴影，就是那种光感有在线条当中表示。你那个如果说单纯的只是把裸，就是它那个这东西轮廓画出来是不太行，其实挺个人，
就是、这个、啊是对这个其实是看美术家自己想怎么处理的这些东西呢、嗯、你用着色器去仿的话因为它是在表面上的特征你拿着色器其实能够做的比较像但是你没有办法定义到每一块儿，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他就是想这么画、嗯、对他画的时候他就是想这样来两张笔但是如果说你用计算机那样出来的话、嗯、可能他能够出的比较精确那种效果的话、嗯、可能也好看但这种的话你看像这些地方它会比较乱有些时候它你这个结构就不一定都能看得清楚、嗯、但是如果你用着色器来定义再给你整个菲涅尔是吧在这些地方它就给你有一个剑影的那种感觉的话、嗯、那个可能还会好看一点但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到底怎么去做在后面再看嘛还是说这个里边啊就是它充斥着这个个人的一些见解对就是你临场的时候你画到这个位置这时候就要把小 A 的本本拿出来了哎懒得拿在你脚边是吗对的你要拿出来吗不拿啊不拿啊我因为我其实我们今天下午干什么都行主要这会儿再讲 NPR 的事情是吧然后那天我、嗯、就是那天再看一下那个功能吧我看一下嗯那天有个这个玩意儿就刚才、啊、这不是刚才我们给 DB 的那个吗不是 DB 的吧啊他说有回音有回音有回音不但是我都没听到那个哎等一下哦是这样嗯是这样的吧应该不是回音的问题吧因为我把这儿打开了啊这样应该没有了这样没有对你关掉一个频道、啊、那我们刚才不是录的都那个什么玩意儿我开始在说这个事情啊、嗯，就这个玩意儿，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两个就是那么焦距不同的摄像机拼接出来的。就后面这个蓝色的是一个摄像机的，然后红色的是另外一个摄像机的。这个东西呢，就像这个玩意儿只是它拼的摄像机的数量比较多，相当于可能这部分是一个摄像机的，然后这里又是可能有五六个这个不同的摄像机这样拼接出来的一个夸张的变形我这只做了两个但就是说在 LANPR 里面这个东西是容易的也是可能的是嗯说反了是可能的也是比较容易的怎么说我这就还是这个文件例子你看就我们就这么、嗯、为什么变那么大了嗯呜呜挡完了你看仔细看哈它这个东西的话因为如果你用超广角的镜头的话你看远处的它那个尺寸和透视就不一样你看这远处的明显它就会大一点是吧啊对这你看如果你想把这里调的你比较喜欢的话你是不是踩住线没有它就有点重它那个你如果想把这块调的比较合适的话、嗯、它远处就会被压缩的非常小因为你是一个超广角的镜头但是我这还有一个镜头的话是拼接在一个轴线上的哎，那镜头呢那镜头不见了我靠哦不是不在一个轴线上就是这个镜头相当于你的、嗯、这是你的这个不是这个镜头啊嗯，你反正就是说你后面还会有一个镜头、哦、我难道把它弄坏了吗啊、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就行了相当于是你用两个焦距不同的镜头但是在他们这个、深度的这个结合的位置他们俩能把画面对齐相当于是你在一个深度之前的范围是一个镜头的一个深度之后的范围是另外一个镜头的这样两个拼起来就能利用两个焦段的优势把你想表现的这画面就给做的比较就符合你期望的那种变形的效果而不是说你只能用一个长焦或者一个我大概能理解了就是说你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做出一些虚构的透视对虚构的透视我应该有个那啥输出的、我不知道甩哪去了这种就有点像那种就是你如果有看过那种激战动画里面啊就是对对对它就像那种大张的那种就是那种原画啊它会把那个透视拉得特别大而且那种透视呢比如说这个就是前面半个摄像头出来的然后这个是后面半个你看它那个摄像头实际上已经在地面之下了
然后前面这个摄像头在地面之上，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这样走的一个变形。对，对，它其实是这样一个这样走的变形。嗯，如果说你的摄像机的数量足够多，你可以把这变形做得非常平滑。啊，对对对，对，这个只是一个两个摄像机嘛，它就是一个直接的转折。如果你转的比较多的话，它就比较平滑。然后 LANPR 的设计是，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它能够，就是给你做很多个坡分，而且非常简单的做很多个坡分，所以它做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比 Blender 自己的渲染器或者你用合成的话还要简单。只是说我现在用的是合成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如果 LANPR 自己支持那玩意儿的话，就可以很简单的做。它这个还不是简单的多点透视，它不是多点透视，它是做的那种，就是它通过几个，不严谨，不严谨，它就这个意思，对，就这个意思。对，它是拿几个摄像机的这个成像结果把它给拼在一块儿。嗯，对。为什么群里一点反馈都没有啊？或者那直播间是有反馈的呀？啊，对，那就无所谓了。啊。管他，估计这会儿在，对，你四点钟还在睡觉。哎，不重要，反正是限量档节目，看一期少一期。对。哎，但是他那个就是说你这个不同的摄像机之间的这个角度关系是你这手动调的吗？对，我现在只能手动调嘛，因为我还没做那个变形的功能，就是相当于 LANPR 内部的那个数据表达形式，就是说它允许非常简单的就能把那个东西给画，就给切开。不不，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摄像机的那个位置的分布是你手动的吗？我现在是手动调，以后我马上会做一个不需要手动调，就是 NPR 会包含这样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让你去看就是它是怎么变形的，但是可能在视口上面如果要看这些东西的话，可能还没有那么简单。那相当于这个玩意儿，我吹个牛，只能渲染，就是不能看出来，但是其实是可以看出来的。它可以就是相当于是这个东西，它不仅可以用于 NPR， 就是说它甚至可以用于一些，它可以用于所有的渲染，它可以用于所有渲染，但不就是什么呢？光追就不一定好。为什么？相当于如果说我那样做的话，其实是把场景切成几个条来算的。我理解它不是真实空间。对吧？你那样子也不叫不是真实空间，它是碎片化的真实空间，每一条是都是真实空间，是独立于其他条的。所以说，如果说你有反射的话，我明白，相当于不就没了。这个很好懂，这个很好懂，因为它是属于它是分隔来做渲染的。所以如果是光追的话，那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光影。对，它有些东西它直接咔的就没有了。对，这个。如果是光追可能问题就有点大，1v1 的话有渐进光可能问题也有点大，但是正好对于 NPR 来说这个东西就没有问题。就是你比如说就像做画这种东西的时候，你只需要一个，你需要线框还有一些那个固有色，就行了，就完全就没有，这个就没问题。而且就是可以做一些，就是我刚才说的嘛，有一些那种原画，它是属于那种完全反物理的原画。对，就是你正常的摄像机是拍不出来那种，就包括为什么很多时候看人家做三维模型，他那个特别日本那种手可以给你伸伸，对，他就是为了干这个事情，他是去动了模型。对，你现在的话，你为了干这，你不用动模型，你不用动模型，摄像机想调成什么样什么样，而且你可以随便设置它那个拐的曲线，你比如说先放大再缩小，或者是怎么样的，还可以平移，相当于可以移成一个非直线的那么一个摄像机的那个视角，哎，我要捧一手。我觉得那个，哎，我觉得你这个是抄那个 Pencil 加的，是吗？对，就是因为 Pencil 加有这玩意儿。我觉得这个东西比单纯的，我当时设计的时候，就它那个原理，就是我是考虑到这个东西，然后再设计的它的那个裁剪的方式，所以直到现在我才慢慢才来用这个事儿。这个我感觉比单纯的描线要 document 是在哪儿哦？要有技术力的。我下载过那个玩意儿。对，因为你本身做的 NPR 的那个描线哈，它的优势相对于以往的描线来说，只可能就稍微快一点，或者说准一点。哦，可能也不止快一点，可能还快很多，是快很多，然后准确性也比较高，但是它没有像它现在正在写的这个东西一样那么夸张。它现在写的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有特色的工具吧。没有，它对这个纯粹是从它这学的，我看一下 Pencil。
哦，这什么？它就 perspective default，它是这么叫的。它这是在 Max 里面的哈，据说现在它有 Unity 的，但是好像 Unity 的功能跟这个也不一样，因为它要在实时下面用。你看嘛，这就是它那个试口的那个范围。然后哈，你看它可以做，你看把这个平面放在其他地方。对。然后你看它这变得很宽，它可以这样弄。但是它这个图没有体现的特别好，它原来有那个 CHM 的那个。哎，等会儿，它这个是把模型变形了吗？不是，它是把摄像机的那个变换方式变形的。啊、但是它变形完了以后，它好像对模型的那个，对模型的视图有干涉啊！我看见，就那个水壶不是瘪掉了吗？没有啊！你看最后一张，没有啊！最后，哎，哦，对，哦，相当于、就是、对嘛，相当于就是哦。他这玩意儿我没看错呀，他其实对模型都有干涉的，这个玩意儿可以 apply 的呀、哦、那意思就是说他这东西其实变的是模型，对，我那东西其实是没有变模型，对，那其实我比他那还优越一点哦，操，突然看你怎么看这问题，就是他我就跟你说也原理不一样嘛，为什么是个 exe 啊， manual 是个 exe、就是说他的这个应用方式是不一样，但最后结果是类似的，对、嗯，现在解压完了，他那个肯定也是一个相当于、哦、对嘛，我就说是个 CHM， 他这里面，哎呀，为什么打不开 CHM 啊？对吧？他实际上是把模型干涉掉了，就是根据他的那个摄像机的视角，然后把模型给扭掉了。对，我这个是不扭模型。他现在、哦，但他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他可以不切那么多个，他可能就纯粹是按照模型的那个线性关系。他这个是完全连贯的，因为他把模型变了。对，我那个呢，就是要做出来就得切几次，你切的越多次呢，当然它越那个啥，它这个有个缺点就是说，因为它不切，它就只能在有顶点的这个位置进行它那个拐弯，对对对，你看嘛，它这个地方它是有那个点的，它才能拐弯。如果说像这个面没有细分的话，那就完蛋了，直线，这就是个直线，那就完蛋了，我知道，对吧？就像刚才那个摩托车的那个这个图像一样，你看它这个其实是直的，它这些地方其实都是直的，它必须得细分才能进行这个变形。对，我的话，因为我是直接切的视口，所以说我是在切的地方，它会生成一个切开的那个几何，所以说你那儿就算你没有细分那个面，它也一样会有点。我那个东西是几何无关的，我那个结果，对，就相当于它并没有去干涉模型本身，所以它是什么样我都能，所以它根本就不会去在乎说你那个模型上有没有那个点数，有没有足够的点数或者足够的面数去支撑它的形变，对，只要你把相机设，就等于它的这个形变是基于摄像机视口的形变，只要摄像机能够支持，就它有那个当中那个分段的摄像机去拍出了那个扭曲的那个当中一个隔断。然后就只要它摄像机能拍出来就有，我还得先搜一个 Linux 怎么打开 CHM、我反正我个人哈，我个人说实话我觉得这东西比描线稍微牛逼点。那个痛有没有对你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东西有什么反馈吗？没有，他还不知道吗？你跟他说了没有？不是，他只是扫了二维码。哦，就不，他扫二维码，他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啊？就是你在写这个东西，就是你说在写这个变形这种，对对对，啊、这种细节他肯定不知道的。他为什么要知道呢？他不需要，反正他就已经，Firefox、已经扫了二维码了。行的。那直接在 Firefox 看嘛，我看一下。附加组件，看有 Firefox 就是不错。CHM， 我真的没看出来这个东西是 Linux， 我怎么看着怎么像是 Windows。 对啊，因为我整个 Windows 像 Windows 2000的这个主题。他你看吧，这个任务栏基本上都有点那个啥。为什么没有？骗人，谁说有火狐插件呢？我看看什么都那么老啊，这些你看他什么时候发的呀？你看这个帖子，看这玩意儿，行吧，
我估计这个打开会是一个上古界面的东西。哇哦，开始啊。X、但不过你是哪个 Linux 的发行版？Ubuntu 哎，还可以，基本上就跟 Windows 那个上古界面差不多。哎、嗯，等一下啊，那应该可以直接那啥了。哦 ，XHM 对的。啊，对嘛，你看这还是能看的。哎，instruct 形式，modifiers perspective default， 它这哎，为什么还是这个鬼图？跟那个网页上看的没有区别啊。不对啊，我印象中它有个图是、嗯哦 JP 啊，我说、嗯、JP 就不看了， JP 也看不懂。是的。我反正这个东西我所有的我都过过一遍，发现有些是可以做的，要么他们还不是都是拿这玩意儿。嗯。EPS。哦，它这可以导出矢量，我这个嘛用 SVG 也能导出矢量、嗯、但 SVG 那个我没编译过，他们还没把那个 CMake 改好、嗯、我就前天我在编译，我说你把你 SVG 那个版本给我看一下，结果他没有改好。反正我记得我是在应该这是去年我尝试把你那玩意儿导出 SVG、嗯、然后失败了。那都太老了啊，因为我今年上半年我没有用过嘛，今年上半年的版本我没用过。reference、嗯、啊，你看嘛，它是这样子的、嗯嗯、它是有这样，它相当于是把你那个照相机的那个可视范围的进行了一个调节，然后变化成了这种，你看，嗯，你看嘛，它这里所有的线都是直的，它没有办法把它真正弯的比较好。对。嗯，这个很明显，除非说你那个模型本身的细分程度高。对，除非你模型本身、啊、你是高模，细分程度高的话，我那个算起来就累啊。那是 就线条算起来，看吧，它可以整的比较平滑。嗯，它这个也是个 curve 嘛，就是它这个现在这个 curve 比较小，这个 curve 就比较大。啊、Origin of 看吧，它可以相当于我们就是 shift 嘛，对我们那个就是 shift、哎。Switch point range 你看它可以这样弄。它这好像还可以调很多很多级，我印象中好像是我看到过一个图，你看它可以扭，看见没有？嗯，相当于就像刚才那个车一样，它那个路其实是可以扭着走的。没有它，我记得原来它有一个小人的一个什么图。哦，对，它这个也是个挺好的功能。我原来有一个节点，有一个节点是照着，reflection。哦、对，它有这个平面反射，我说不定之后也会做一个平面反射进去。对，它也仅限于平面反射，相当于是 EUAE 那个反射面，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因为我那个东西没有办法追踪光线。那对，它不是基于光照的吗？对，它不是基于光，它是你是怎么画的，它就是那玩意儿实际是个镜像。对，它是一个基于平面的镜像。它实际上是你平面有平面当成了一个 mask， 然后把整个场景翻过来，对，然后再算，然后再生成一遍。对，对，就是那意思。是个假镜像，它是就假投影。所以说只最好做的只能是那个平面的。如果是曲面的，我现在也能做这个遮挡了。关键是我那有好处是我有遮挡层数。哦，对，我记得可以调。对，那上古版本就可以调。上那个，因为一开始就是为了可以调而设计的，因为 ISO 的绘图标准里面就是，挡一层虚线，挡两层是不可见，所以说必须要有一个遮挡层数那个。啊、那对的，那个、对的，对对对。Pencil 加主要还是从 Pencil 加里来的。我不是以前做过一个这个吗？我做了一个节点的这个，好久了，可能几年了，可能都我做了一个这个玩意，就是像它的高光挤压的那个效果。很久没有拿出来过、啊、嗯，很久很久，这我当时就做了、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的，可能这个东西比较考水平的就还是这个玩意儿。对，Select the edge， 你看它这也是有那个，那是边，相当于这个就 EG mark 那个东西，这个就看得很明显了，它其实是在干涉那个模型的线框。对，哎，管它是 max 的东西，不看它了。行，所以说就是开的就是目的就是为了说一下这个透视变形的事情。
啊，这个这个也很棒。对，对啊，好，这个事情说完了，那我们还能说一下。你看，一看就不专业是吧？都衔接不好。哎来衔接，衔接都衔接，哎，我不是怕你们累到吗？那个之前不是还有一个什么话题？我们来翻，我看这有哪些 demo， 我就知道我做了那个 NPR 转 GP 的那个东西。现在所有都是转 GP 啊？就是现在所有东西都默认出来就直接 GP 吗？还是什么？对啊，就是 GP 的嘛，这不是 GP 啊？这个，就是你生成出来的线就已经是 GP。对啊，这线本来就是 GP 的线。那之前那个就是不是 GP 的那个渲染版本呢？那个、就暂时砍掉了，因为以后可能会做到那个里面去，做到一 v 一，你看吗？这个东西其实是挺流畅，因为有那个有 GP 本身是连续的，所以说是很容易做到这个比较流畅的效果。那它那个颜色是你是颜色现在是那个随机的，我弄了随机的那个生成的时候是弄了个随机，所以说就变色。我就说为什么会变色哈？啊。就总体来说它流、还可以，连续度还行，就是只是说像这种。哎，出点小问题。对，像这种，它会跳的时候，你看，它会有些时候它会突然跳一下。这个东西如果说在做动画的时候，有些时候你是不希望它有这种效果。这个挺致命的，就是有的时候，就像它不这种对，有配乐就是做了，它就是有一个自适应的一种连续的东西，但是那个其实也不方便，就是什么呢？它不能确保。它不能确保提供一致的帧输出，像你不能，现在它那个输出是不可预测的。我理解理解。它的输出不可预测，现在它有点像游戏引擎，而不是这种生成的方法。那就无效的，那其实还是无效的。对啊，就是其实你需要的是一个可控的，嗯，然后线条的一个你自规化的一个东西。对，它必须要是能够你得你能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还要能够控制它。嗯。而且还是要在动画当中不出问题。对，这确实是你在解决一个问题。嗯哼，而且你像就刚才不是说到游戏嘛，就有很多你像现在那种渲染，就你别管是在什么引擎里面的，你就比如像那个无主之地那种，它其实是个它是假描线。对，它是加壳嘛，加壳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方法。它只是对，然后它里面的细节是通过贴图来实现的。对，里面它真正描线只有一个纯外轮廓是描线的，它里面没有任何描线的。里面其实你要说描线的话，原理上讲它也不叫描线。是，里面的细节也不能叫描线。这玩意儿，它只有一个外框是线条，然后里面的话都是贴图，都是贴图，而且还是 shaderless 的贴图。就是这个玩意儿，他们把这个东西放出来了，我看看把 NPR 那个打开。卡死人了。嗯，我应该要找他们送我个 i9 的机器。你现在有什么？现在就是还是这个哦，还是那个老爷机，四代传家宝 i7。哎，行，可以用。啊，对，还可以用。我的 NPR 线呢？怎么不见了？就我还以为你已经换电脑了，结果还这个线没了。不对啊，线为什么没了呀？我有你这个图，我有印象哈。对啊对啊，线不见了，线不见了还行啊。没事，你慢慢找，不急。嗯。线为什么不见了呢？嗯，这个表情。很尴尬，他也在问线为什么不见了。出问题？哎，等会儿。对啊，这是这不画的。不，你看这个位置不是有描线吗？对啊，但我觉得是选错了吗？你选错了吧？不是，是因为链接，这是链接的东西，但链接的好像是一直都有点问题。我靠，要不然我把线改代码呀！我靠，我之前做产品的时候，那个链接包也、就是、这个就是链接也包也，你还记得那个问题吗？我不是不是还是不是还那个还是那个问题？哎，反正、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改，有些时候。可以，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了吗？我忘了开这个了。他改完了以后有问题，要把这个打开才支持链接。哎 ，nice， 这样才是对的。我就说嘛，不可能啊，那都是、我忘了这有个选项，那都是2.8的 bug 了。我把周边都关掉，那这就比较好看。嗯、他这个好像他模型上是，比如说做了嘴唇和眼睛这块，好像是也是靠贴图还是靠驱动的几何做了有那个褶皱的那个效果的。嗯，这个、但好像这个模型里面没有这个识别不出来吗？就
不，那个就是模型啊、嗯。他给我发过一个，但是有点早了，这我也不好放。哟，我不知道渲染了没有？没有渲染吗？嗯、没有渲染吗 ？New out， 哦，是渲染的是这个玩意儿。选的是这个，哦，这个玩意儿，油光满面。对，我那材质有问题，我重新来调一下，然后就变成这样了。啊、哦，这看上去，它脖子上那一圈是什么？脖子上是那个，它是两个模型，它这正好是个接缝，哦、就没有办法。哦，我看见。要么就只有用那个标记的方式把它去除掉、哦，但现在好像还不能这样做。你就只能留在上面了，就跟木偶一样，像是匹诺曹街舞。对对。但是，就抛去那个看，好像其他线条还是蛮流畅的。其他的还不错，其他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但就是这个其实现在已经修好了，就是啊，这什么东西？裁剪的时候，它那个摄像机的近裁剪面正好把那面卡掉了。啊。就卡的时候出来的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修好了，现在没这个问题。这是之前测的时候的结构。嗯。然后就是面，现在主要问题就是有，就是面太多了，不是也不叫面太，就是我把所有东西都是载入进去了的，但是一个是你只需要载入可见的东西，因为我这没有反光，所以说你只载入可见的东西就行了。二一个就是，我现在把所有的边都是载进去了的，就你模型上有多少边，我这里面就有多少边，但其实不需要，我只需要在载入的时候把那些需要计算的边载进去就行了，相当于你表面上那些边。它反正都不会出现，你根本就不用载进去，所以说现在载的内存比较多。虽然说进行了一些，现在在目前的阶段就它已经优化到位了，就是说如果我再把这些东西优化一下，它会省挺多的内存的，因为我看一下这个线的话，每一条线占的内存还不少。嗯，我一看它一那个多少字节，你看，识别算法好写吗？这种？32、64，很好写啊，很好写吗？只是我之前没有放在那儿去写啊。12、35、6、7、8、9个指针，那我们算一下嘛，九个指针，九乘上八个字节，这就多少了？72个字节了。像你一条线就至少会有72个字节，所以说如果我少，每条线。就是我不把那些不可见的线载进去的话，你想它可以少非常多的，因为你想比如说100万条线，你想算一下是多少啊？你要考虑到它，人家有可能会用筋膜来。对啊，像雕刻的那些，因为雕刻里面绝大多数边是你看不见的。哦、我记得混爷那个之前不是给过你一个雕刻文件吗？对吧？嗯，如果是那个就可以100万个边是多少个字节？省非常多，它可以。你算一下，是多少？就是一，你算一下，1000，一兆，那就是7.2个 G。嗯，现在如果是一个100，是不是不对啊？有7.2个 G 吗？我靠，这么可怕的吗？不至于吧？一 K， 哦，一兆才7兆吗？那比原文件都大了，你不要在那胡说，他妈一个雕刻文件也没有7个 G。我想想，你还在胡扯。刚才是字节嘛，刚才是一个字，开源界的字节乘了100万。开源界拜登，我操！100万，嗯，就是一 K 个字节，一兆个字节，才7兆啊！啊，行了，可以，能省一点是一点。对吧？我怎么觉得不对？哎，有7兆也可以了，好吧，我帮你圆回来。可能啊，不可能啊！要不就70兆？不对啊，这你看多少位嘛？一个是一 K 啊。哎、你除一下嘛，你搞了半天开个计算器在这边自己算，你自己除一下嘛，除以1000就是按 K 嘛。啊，不对，嗯，我脑壳没转过来，再除以1000、哎、你不要转脑壳。哎啥什么鬼，他没抬起来，那72兆，七十二兆，100万面就可以节省72兆，1000万面就可以节省720兆，好像节省的也不多啊，我操他妈的。没事没事，你不能这么说。哎，你跟别人吹牛逼的时候，你要说你节省了巨大的流量，但是啊，对，这讲道理是可以节省特别哦，还不止，因为我这每一个线它有那个遮挡层数的那个记录，嗯、把那个记录也会删掉，因为它默认没有遮挡处，它是有一条记录的啊，所以它那个也会删掉，其他的好像都还删不怎么掉啊，我靠，就不是很方便。
能省一点是一点嘛。省一点是一点，主要是他们有些模型的确是太、太大了。对，它越大的模型，越大的场景，那没办法。对，它场景大了，面数堆上去了，这个还是有用的。是的，主要是有个特点，就是 NPR 的模型，你不需要靠堆面就能做细节。它是靠轮廓出细节的。如果说它这个模型一开始就是用来做 NPR 的，那它就不会做成，对，它就不会做的嘛，对，除非是那种它就通用模型，或者说它只是来玩一玩，拿一个模型导进来。我也看他那个那天他给我那个谁给我发了一个这玩意儿，这个人就这个 Paul 那天给我改图那个，我一定要让他给我多涂几张漫画。我一直懒得涂，主要是我画图的时候，涂的时候挺花时间的。我给大家看一下他那个渲染出来的那个结果。看这玩意儿。他那个啥，他还来看了一眼。看不懂啊，他真的看了。对啊，他说他的普通话没有让他那个啥。不但不，我就跟你说要不要双语直播，大爷你都发了。那我们必须把推气打开啊，推气打开，人家现在就在睡觉，一会儿四点播，他们还在凌晨。是这样的吗？阿姆斯特丹都才开始上班。哼，哎呀，没直播完可以啊。还行吧，你评价我是看不出来。他画了，他是写生还是什么呀？我不知道。哎，这个很 NPR。Wallpaper 不要 Wallpaper， 我这个 Pictures 里面。这个很 NPR。存在哪儿的？转眼就存不见了。转眼就哦，真的。这就是他拿 NPR 算出来的，那天把 bug 修好了之后，基本就这样，因为。他说面多，他面怎么不多嘛？他这些他妈都是细分的模型。我说你这些东西拿来细分干什么？这轮胎也是细分的，你这上面根本就没有细节，你细分它干啥嘛？没有必要的。你做几个标记边，这样子能把这个，这两条线做出来的话，它更能够从线稿上表现它的体积感，而不是说靠它的细分。他这种做，比如说人吧，他这个裤子，它可以来两条这种线的话，就能够体现出来它体积是用什么东西撑起来的。这个就相当于做线稿和做体积的这个方法是不一样的。你得学一下人家是怎么画这些图的，你就知道。就你应该跟他们说，就是说你一开始如果就打算去做线稿的话，那你的那个就是你的模型就应该要根据线稿的规划做。而不是说瞎鸡巴细分，细分完了以后没有。看你的那个，对，看你的目的是什么。线稿完全不需要细分的，比如说你像这种东西的话，比如说如果就拿我画的图为例子嘛，扫描在哪儿呢？看找几个典型一点的例子。这不是你那个对包车，你看这个的话，比如说像衣服这种，它会你必须要弄点这种条，你才知道它体积是怎么样撑开的啊。对，裤子没有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应该给它画一条的，包括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要看着它是从哪儿穿插进去的，才知道它这个地方是凸出来的。对，你要去暗示它这一块，对吧？因为如果你不要这两条线的话，它整个东西是平的，你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儿。你给它弄一个这个弯绕的。你不去强调它的结构线的话，对，你的结构线一定要强调，不然的话就无效了。只有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只有线，它没有光影。但是如果说你。有光影的话，其实你有没有这种线就无所谓的，你看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宣传一下我的面包车。哎，这面包车。面包车。你还管这玩意儿叫草图啊？我觉得已经不算草图了。这已经特别草了，你知道吗？草个鬼啊！这个已经。这也叫不草的图。这叫草图。就这么草的。哎。好，你最后还是把你超级拿出来了。就。你把什么东西弄倒？管，可能是搜索。哦，是名字。120年孤独那个，对，120年的孤独，对，比百年孤独还孤独。不草嘛？你看他这怎么不草嘛？把这换成这个玩意儿，哇，根本就放不住。你放在这个上面，放住这上面就放得住。哎，放在这上面。对。啊，可以。是，
哦，这不是120年的，不是这玩意看不见桌面的吗？对，你说它草不草？它还是草，它还是神草的。嗯，很生草，其实还好，因为你什么，你这个画得很干净，你的主要的结构线都表现得很明确，对，包括这个也是我们开头说的，嗯，你必须得给它来一个这玩意儿，这个就叫这个就结构线。我不知道怎么叫的，反正我知道你得有个这玩意儿，懂吧？有些时候是不需要的。如果说你的模型真的就是那个形状特别准的话，那其实不需要这个线的。因为相当于它那个形状准到来，它那个形状本身已经让你想象不出来别的穿插结构了，那它就对它就不需要，它的那个模型的结构已经很谨慎了，对，就不会解剖学完全精确的一个人体的话，你就完全不需要结构性，就纯粹只要轮廓线它都能够出来。是，问题是它在做这种动画的时候可能不会那么考究，对，那个时候就需要一些暗示的线条。它平时又把我打开，它又打开了，过一会儿都没电了，再出没电了，再插着电了。急嘎好，这什么玩意？没有打什么，这主要是白平衡不对，你把这黄颜色的再转来一点，干哦，白平衡还是不对，管他呢，那就不知道。没什么反馈了吗？没有反馈吗？没有反馈我们就要出去吃下午的饭桶。我还不是很饿，你饿了吗？我也有点稍微有一点想喝冰咖啡。我这还这个强壮冰美式，好，速溶咖啡。哎，我刚才买的那杯呢？你喝完了？放在那里。哦，放那边。咱们先停下来。行，可以。